one M 来哈士会难爆难强 ，OK 吗？三 C， 好。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มจูมีมาแล้วมีมาดูมา辛苦工作忙了一天最近实在太忙了所以今天一定要来放松一下免得自己变成台湾的八加九一样啊动不动就要发脾气所以我们来到这个 Big Food Night Market 这里应该算是个夜市离我们家不远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来过它就在 Lam Chabang 的 Sukhumvit 大马路的旁边而你们看到这里有好多的停车位啊停摩托车啊停汽车所以这就是泰国的夜市啊诶但是我看到门口有非常多的保全保安诶我就问我家那位为什么要那么多的 security 在门口因为他说这个夜市常常打架打得很有名所以常上新闻所以这是个常打架的夜市难怪门口有那么多的保全要安检你的背包啊好吧打架前先让我看最后一次的月亮哎呀你看泰国的夜市就是干净明亮有 feel 而且一定有音乐不过我一直想说为什么这个夜市常打架 OK 所以我家那位跟我解释啊因为在朗恰邦这里在春武里府尤其朗恰邦这边有非常多的工厂跟港口因为全泰国最大的港口就在朗恰邦所以这里有非常多的所谓的外来打工仔尤其以伊山那边来的非常的多所以这个夜市基本上你看到的都是伊山人所以他们讲的泰文啊很多都是伊山话如果台湾的兄弟朋友比较不了解伊山我们就用最简单的说法来讲伊山主要是在泰国的东北这一区啊其实他们就很像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啊他们就生性浪漫啊基因里面就是有舞动跳舞的基因而且重点是他们非常的爱喝酒所以你也知道酒喝多了往往酒后就会非常的感性啊感性就很多肢体啊不是蹦蹦蹦蹦就是打架就是这样大概就是概念所以可以想见啊在这个夜市 Big Food 夜市差不多到了晚上九点十点哇大家也是一定全部都会嗨了起来不过伊散的人跳舞是非常的自在自然的、啊、就是那种全身自然的抖动所以到九点十点就是会是那样群魔乱舞的景象但是非常的有 feel 而这个夜市我觉得很好它就是环绕的一圈都是摊子、啊、然后中间呢你们就有用餐的地方所以挺好的而且你看它这边每个摊位都非常的干净而且老板啊人啊都非常的亲切而且我可以感受出来我是这整个夜市里面唯一的外国人嗨你们看每个老板娘都发自这种美丽的微笑你整个哦哦哦等一下哎呦喂哦啊你知道吗这里的人就可以化解你每天的那种压力啊你那一周工作辛苦的情绪或者那种不满的压力都可以在这里被释放这就是泰国它奇妙的地方那就是人助人的感觉每个人都给予别人一种善意的温暖这点是台湾同胞非常值得学习因为这个就是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啊！你看上面还有告示牌请勿打架所以你看你在那边逛即使你没有买你看到他们每个老板娘给你这样美丽温暖的笑容你的心情就好了起来你根本没有机会想要去不爽谁或去发人脾气这是泰国这个国家最难能可贵的地方不过如果你们想要去了解这些历史为什么今天泰国会这样这跟他们的历史文化有关而且我只先简单跟大家说泰国是唯一东南亚国家没有经历过战争跟被殖民过的那为什么可以这样这个要追溯他们的泰皇拉玛五世啊
泰国人用泰文称拉玛五世叫做 Plajum Lab Jong Gao 赵宇华，名字虽然很长，但我们就简称他是朱拉隆功大帝好了。而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就是纪念太皇拉玛五世，或者简单说，拉玛五世就是电影《国王与我》里面的那位国王，就是拉玛五世。所以大家可以想见啊，人的素质可以改变一个国家有多少？你们想想看，泰国周遭的邻居啊，越南啊、缅甸啊、柬埔寨、辽国，他们的历史都经历非常惨不忍睹的历史记忆啊。但是为什么唯有泰国？那真的就是因为拉玛五世的功劳。我就简单跟大家说好了，拉玛五世从小他就有个英国家教叫安娜，所以拉玛五世在16岁登基前，他可以讲一口流利的道地英文。而且在西元1897年和1907年之间，他分别进行了两次的欧洲旅行，他去过了意大利、奥地利、俄国、瑞典、丹麦、德国、荷兰、英国还有法国，这是在亚洲国王制度里面的君主前所未见的大规模访问了。更不要讲他的丰功伟业，他有超多儿子都在这些国家念书。朱拉隆功大帝他总共有33个儿子，我说儿子光儿子就有33位，而且几乎全部都在欧洲受教育，这后来也成为泰国王室的传统。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我们就简单举个例子，你们看看日本，日本的明治天皇当时西化是学习英国制度、英国宪法、英国的文化，还有你看新加坡、英国、香港之前是英国的，还有再来泰国拉玛五世当初也是学习英国的。所以从历史的角度，这点大家你可以自己心知肚明一下，当中国的皇帝都还在耍白痴的时候，这是多么可怕的结果。所以我说啊，固步自封、自以为是、不跟世界接轨、不国际化、社恐、偶包，那就是害死自己。为什么华人世界那种那么可怕的文化跟价值观一直没有办法去突破、改变或革命？那就是因为华人有严重的社恐，然后又严重的自我安慰、自以为是，所以永远走不出去，然后就不断在这个臭粪坑里面，大家整天就在粪坑里面生活跟洗澡，然后生了孩子我们也把粪丢给他啊，我美其名说我们是为了你好，呵呵，所以大家都搞得非常的不快乐，也不知道如何去解决。好，咱们来买这摊的猪肉丸子。这摊是个母女俩在雇啊，哦，他家的妹妹就是他女儿，很可爱，因为他听到我讲英文，所以他想要试着来讲，他非常的积极啊。所以你懂吗？这就是现在泰国年轻小孩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很敢去用英文跟看英文的资讯。所以走了一圈啊，所以我脑子已经有决定了，有一摊念念不忘啊，一定要去给他买一个什么。虽然他这一摊都是卖酒，但我就是想办法买一些没有酒精的，因为我不喝酒。嘿嘿，我来了。嘿嘿，太好了！我看到柜子上有 M 来哈士 ，M 来哈士就像台湾的什么蛮牛啊、红牛之类的东西。哦，一定有冰块嘛、水嘛，反正就是我要给你消费了。你们长得那么好，对不对？天哪，看的就是赏心悦目，你整个心情就好了，对吧？不能干嘛就用看的嘛。兄弟们，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眼神和反应就知道，他们都是善良单纯的好女孩。所以如果是单身的话，一定常常来这边跟他买冰块，跟他要个 line， 一切都是非常自然而然。就是泰国真美好啊，兄弟们，你们懂了吗？不要老是去六巷。Open my car。不会喝酒的我不会开酒瓶啊，所以我来找阿姨姐姐们来帮忙开个酒瓶。阿姨姐姐们都很好。Open my car。你们看到他就会让你很开心的。这就是泰国，大家欢迎来到泰国，解放一下吧，解放你在台湾不满的心情。好了，我来吃东西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点了啥。在泰国啊，他们所谓的下酒菜就是那么健康。我点了一个凯椒啊，配那个什么啊，花枝啊，不是小卷啊。哇，他这个凯椒小卷饭真的津津阿赖，而且他用了这个铜盘，吃起来就很爽。Oh my god， 这个非常的好吃，太下饭了。重叫重叫，干杯干杯。而我的饮料呢，就是 M L House 加什么？加蓝宝，就水啊，水 M L House 跟冰块，这样很好喝，就不会太甜。然后猪肉丸呢，就加点它的甜甜咸咸辣辣的酱，然后配青菜，再配黄瓜，这就是泰国的下酒菜，非常的健康，值得台湾兄弟们学习。咱们吃的就清清淡淡。
现在才晚上6点多啊，所以团都还没有来。基本上每次在泰国，不论夜市或餐厅，他们都最少会有2到3个团啊，而往往第二个团都是压轴，所以待会晚一点这边现场就会坐满人了，表演的乐团也会来。哇，这双腿，我冒着生命危险，为了大家，我也要拍给兄弟们看，所以来个特写。生命危机倒数中。泰国人平常的生活就是靠 social 跟音乐这样抒发自己的情绪跟压力啊。而现场也不难发现啊，我家那位也有说到，有很多的女孩或女孩们，因为他们都是来这边工作打工的，所以他们会来这边想要认识男孩子或男朋友。第一团来啦，而且果然他们这个乐团唱非常多伊闪的歌，所以代表这个夜市真的都是伊闪同乡的大聚会啊。兄弟们啊，我不断在啃食我的生菜跟黄瓜，所以什么是富有？吃得健康，你就是富有，所以富有不难。所以你们看现场有很多的单身女孩们啊，这里而且随时乐团都会助兴有寿星们啊，所以很多在泰国办生日啊，他们会去餐厅啊，去夜市啊，去酒吧，乐团都会为他们献上祝福啊，大家都很开心啊。到了8点多，现场人越来越多，而且乐团就是唱着伊闪的歌啊，所以这里非常的有趣啊。我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警告标示啊，就是在这里不要打架，如果打架，只要有打架者，每个人都要罚5万泰铢啊，这是重罚、啊、这太有趣了，所以这个是个打架夜市，看不出来吧。这时候大家都还在前菜啊，蓄积能量，正在用餐了、啊、差不多到了晚上9点10点，这是固定的，泰国人民在9点10点会全部都起来，自己跳起来。所以啊，如果来泰国玩，我很建议来他们的一些音乐夜市啊，或餐厅酒吧之类的，来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感受。哇，你看才8点多，大家已经喝了那么多酒。所以可能打架要11、12点后的事情吧。 OK 兄弟们，现在是蛋白质益生菌的时间啊，我家那位给我点了什么小蟋蟀、大蟋蟀还是蚱蜢，我不懂啊，还有那个什么蚕宝宝之类的，总之就吃吧。因为泰国这些养殖的昆虫啊是非常的干净的，所以你会有非常多自然的东西到你的体内，所以大家来泰国，我建议兄弟们一定要吃这个，你不需要花钱买什么乳清蛋白啊什么，那个还有人工加工过的 No。 继续加购啤酒。哇，这里还有卖香烟，不过夜市里面是不能抽烟，所以夜市这里的空气很好，你只有食物味跟蟋蟀味。来，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东西吃起来是什么感觉跟味道。我建议第一次来的兄弟朋友们啊，你们就先尝蟋蟀，蟋蟀吃起来是最非常的简单。而至于像那个蚕宝宝呢，吃起来就有一种像日本榻榻米，你在咬榻榻米的那个味道。而蚱蜢的呢，呵呵，就一言难尽，不过你也可以把它丢在桌上，好像就直接看到什么昆虫就把它抓起来吃，这是非常有创意的吃法。所以人生生活多点情趣，或者你把它串起来，像我就一个猪肉丸啊，串个蚕宝宝、蚱蜢、黄瓜，这样也非常的就层次又更不一样了。哇，卡拉包要出啤酒了。卡拉包平常它有名的就像红牛、蛮牛，但是他们现在也推出啤酒系列了，所以代表啤酒的市场非常的巨大。哦耶，第一团结束了，现在第二团来了，正在准备当中啊。哇，现在还有放 Magdalena。第二团。哇，第二团一上来就是伊闪的歌啊，我看大家的基因那个时刻表已经到了。泰国人已经要开始跳起来了，蠢蠢欲动，哦，跳起来，哇哇哇，一定要跟着跳起来，咱们到前面来看一下，哇，这就是泰国，这就是伊闪，所以大家就很 chill， 哇，这太令人开心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们这种自然嗨的自在啊，这点真的很值得我们台湾同胞好好的去省思一下，可以当作一个参考。
其实到底有什么包袱，我现在不懂哎。大家就是随着音乐自己的感受，你想说，你想唱，你想动就动，你不需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你不觉得大家都很开心吗 ？Oh my, oh my。Oh yeah, oh yeah！ 你们看台上这位主唱，这位姐姐，她是珍珠奶茶，这种自然自在的垂放是俺最欣赏的，一切都非常的 natural， 大家都很 natural。我来教台湾的乡亲父老们啊，如何克服偶包。其实很容易，因为我们都很在意别人的眼光，我们总觉得我们的舞要跳得很厉害、很炫炮，我们才不会觉得丢脸。但其实事实上不是，就像你打棒球一样，我们不需要打到像大联盟的等级我才能去打棒球，你拿了棒子你就可以去打棒球，只要你打得开心就好。你怕被三振吗？拜托，大谷翔平也会被三振，所以你们就自在的跳，你想跳就跳，你想唱就唱，你完全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别人也不会笑你，你只是自以为别人好像会笑你，看你不起，那都是你自以为的想象。大家请把华人的粪坑文化扔到一边，没有人会在乎你的长相、你的美丑、你的瘦胖、你的身材，没有 nobody care， 你只要 care 你自己就好。而当你可以 care 你自己，把你自己弄得很开心，大家都会喜欢你，不管你是胖子、瘦子、皮奶、大奶、小奶、歪奶、大屌、小屌、上雕、下雕、没雕，大家都会喜欢你了。大家你们看看眼前这些泰国兄弟姐妹朋友，他们都在工厂工作打工仔，他们的薪水可能是你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但是他们今天在那边跳舞不用钱，他们在那边流汗，在那边微笑，随着音乐舞动，这是富有的。我想表达就是这个意思。而这样的氛围是健康的，每一个人去感染另外一个人，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感染是互相美好的，不像咱们台湾只会互相扔粪。而且当他们知道我在拍摄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对镜头会有恐惧，大家就是很自在的过去，也不会像日本这样唯唯恐恐，或像台湾唯唯恐恐的，好像会挡到我，或是看到我在拍摄会不悦。这就是我说泰国的气氛会让我很喜欢的地方，也可能是我很适合，没有那种多礼多仪、过度的礼貌跟拘谨，有时候对我来讲都太做了。所以兄弟们，你看到现在眼前不论男女所跳的舞啊，这就是伊斯兰的人他们所跳舞的方法，一切就有他们一种伊斯兰的那种一种 feel 啊，我也说不出来，但是就是自然舞动，可是舞动的又很特别。所以你在泰国如果看到有人跳舞是这种跳法，他 99% 他是从伊斯兰来的。而且这时候大家跳舞不会分你我认不认识哦，大家就是这样自然的交流 social 在一起，这是泰国跳舞的边界感，他们基本上没有边界感，你只要大家是开心的都可以一起跳舞拉的手，这就是泰国，没有台湾那种一堆莫名社恐、偶包、规矩还有 me too。所以大家仔细看啊，想想好好自己做自己的人啊，其实他是有种魅力的，你们也可以感受得到。但为什么我们在台湾不能好好的做自己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乎别人的想法、别人的眼光跟别人的看法，到最后每个人把自己都搞得四不像。其实你很痛恨这样的自己，你很痛恨这样的气氛，所以最后大家就容易生病。但是你看到这些泰国的兄弟姐妹们，每个人他们不是帅哥明星，但是他们每个人做自己做到你看了你自己心情都好了起来，你也觉得很开心，就是这种 feel， 大家就抓住这种 feel， 你就可以让你自己变得不一样。哇哦，这个姐姐的真奶真的是非常的美好，你们可以想象那种 feel 吗？那种就那种吧。如果我今天是个学校校长，我一定指派这个姐姐做辅导主任。大家瞧，在泰国是没有分男女老少的，这是他们的文化。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今天这个氛围在台湾也有这样的气氛的话，今天的国家会变得很不一样。我们在网络上不会看到每天那么多8+9无聊的社会吵架影片了，那非常的弱智，超级弱智。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差不多9:30，快10:00，还没有到跳舞的最高峰。不过因为我待会得先走了，所以我先到舞台前再拍一下给大家看。所以大家可以发觉没，在场的每个泰国人没有一个人有偶像包袱啊，这不是穿着的问题，也不是长相或舞技的问题啊，完全就是你有没有那个 feel， 有 feel， 一切都非常的 happy relax。好了，我要撤场了。如果这个是礼拜五、礼拜六、周末的话，这边会爆满，所以这就是泰国的平日，他们就是靠这样放松。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环境，有这样美好的食物跟音乐，所以这就是泰国人们的日常生活。OK， 所以我要离开这啊，门口还有夹娃娃机。好吧，我最后就用一点比较俗气的角度来跟台湾同胞分享。今天来这边夜市，啤酒还有吃饭跟一堆虫子，所有的钱350泰铢有找，而这人生是美好的。We love Thailand， bye。